切割裂上，因为哈，我曾经试过两个完全水平，胜利，好不一样。它这个有一点像是主义哈，有一点攻角，有一点攻角，攻击的攻啊，攻角，也叫做那个他们另外一个讲法，反正搬过来就会很多种讲法。我还是讲攻角好了，它有一点攻角啊。所以这样子飞行，它会比较稳定，而且升力比较好，不会直接就慢慢的降下来，它会一直维持的向上。好，这里重点了哈，所以你大概也是抓我这个斜度，好像是上下差了一公分到，就是到最尾端的地方。头尾。